最近明星健身运动成了风潮。19日上午，刘晓庆在微博晒运动称，运动不在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年龄、男女，贵在坚持。戒烟坚，持日持。照片中，刘晓庆身穿运动服，头戴遮阳帽，黑超遮面，扎着马尾辫，身材矫健。就算年近60，刘晓庆看起来还像个少女般有活力。但是网友们直呼，最后一张的手好吓人呢，看来刘晓庆这次忘记把手好好 P 一下了。1983年，28岁的刘晓庆在第一本自传《我的路》中写道：“做人难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，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。”时隔33年，61岁的刘晓庆却有了新的领悟。15日，电影《枪手快手快枪手》在全国上映。刘晓庆在接受采访时称：“女人做得好了，还是比男人容易，可以没有钱，可以不奋斗，甚至说我不干了，我嫁个好老公，但男人就必须要奋斗。”